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香港的双钻石总裁 Terence Tan。 谢谢谢谢，各位爵士伙伴大家好。我想问大家，有没有伙伴今天是第一次到这个办公室的，请举手。我想问你们的，如果我讲广东话你们不明白的，请举手。那就没办法了，要继续说那个普通话，好不好？香港的伙伴没有问题的啊，应该听得懂我说的普通话，稍微普通一点啊，这是没有问题的啊。首先很感谢啊，你们团队的爵士领袖啊，陶明老师啊，丽雅姐、Tracy 跟 Lisa 给我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。还有，我刚才在后面才知道，现在是现场直播的吗？对，还好，我今天有剪头发。今天早上我自己剪的。其实如果要分享，就是我以前是一个电脑工程师，差不多15年了，我刚出来做事的时候呢，我有三个目标，我有三个理想。第一个是买一台欧洲车，第一个是去很多国家去旅游，第三个就是买一间大的房子跟家里人一起住。大家都知道香港就是寸金尺土啊，千金啊，谢谢啊，明白了啊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借力嘛，这个平台最重要的就是借力嘛。有些我讲都不懂讲，我讲广东话就借你们的力翻译嘛，啊，这个好不好啊？好，谢谢啊。如果有鼓掌的，一起鼓啊。广东话就好，谢谢。但是呢，我在十五年的工程师的工作里面呢，三个理想、三个目标完全没有达成。就是后来发现呢，为什么呢？我每一年也很努力去工作，但是呢，也有加人工啊，加人工啊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加薪啊！但是后来发现呢，我加薪呢是怎么说呢？每一年的加薪没有比这个通货膨胀啊。通货膨胀高，所以呢，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呢，我刚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呢，香港有几个快餐店是很有名的，大家什么大快活啦，还有美心啊，我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呢，跟同事。中午吃饭的时候去哪里啊？去滴滴单车吗？大家不？然后大跨国啊，然后美西啊，然后呢十多年以后呢，跟同事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去哪里吃呢？又是什么？第一件是什么？大家不？然后大跨国啊，然后美西也是三个，所以呢哇，我发现这个有问题哦。我想，其实呢，我不是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，像李嘉诚这么多钱，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呢，都想每一年去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改善家人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这样想啊？是啊，你们不会今天可以吃饭，明天要吃面包啊？不是这样嘛？这是。总之就是要改善生活，改善生活，我想是每一个人需要的，每一个人目标。我也是这样，但是十多年以后呢，没有改变我，什么都没有改变我。我后来发现呢，我这
我当时共情室的工作了，啊，不是我常演的这个方法，还有这里不可以给我不可以给我想要的东西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在找机会，啊，我在看有什么机会，比如说跟朋友做生意啊，还有转另外一个行业，但是呢，我其实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呢就是转另外一个行业，啊，但是我做了调查以后呢，我发现如果我要转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有前景的行业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我把我的收入减少最小30%，原本我想要改善生活嘛，如果要一转以后呢，我的生活掉下来，这个就是心理不平衡了，啊，这不可以啊。然后呢，另外呢，我想跟朋友做生意，但是呢，刚才你们也要跟 Patrick 听过啦，我比较单纯嘛，啊，如果拿我新上来的钱，十多年打工新上来的钱跟朋友做生意，啊，很容易怎么样呢？啊，就是不被人骗的，也因为我没有做过生意，我的家人也没有做过生意，你们也知道了，没有做过生意，第一次成功的机会有多大？啊，我听人说，啊，其实100个人呢，如果第一次创业，98个人也失败了，啊，我也。这个，因为我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嘛，啊，那个时候也不大，30多岁，啊，但是呢，也不想我剩下来的钱呢，眨巴眼就没了，啊，眨眼就没有了，哎呀，是吧？谢谢啊，啊，多好的杰西，还有普通话圈，啊。OK， 所以呢，后来呢，我很幸运认识到 Kim 呢，介绍杰西这个平台给我认识，还有他带我投入他这个成功的系统，让我这个普通人，讲普通的普通话的普通人，也有机会成功，也有机会有今天一点点的成绩。我想问，刚才有一些朋友第一次到这个办公室吗？啊，这个办公室还可以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是2009年9月9号香港第一个加入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时间我没搞，这个公司啊，一个教室啊，这个教室呢最多坐满了，不多过30个人啊。然后我想问大家，哪个呢是香港第一个会议？我是香港第一个参加。那你说哪一个会议是谁讲？对了，就我讲啊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以前呢对电脑比对人还多啊。我站出来讲讲了大概5分钟，台上有一些观众讲看住我了，你这个是什么？哇，我满头大汗，而且有些汗水，太紧，得过雷啊，啊，你这里啊，啊，我就问大家，你们现在有没有朋友觉得你们说话不是太灵光，不是太好？没有啊，全部都说得很好的。就是告诉你啊，我觉得不好也可以做上传，你们觉得很好啊，那个没问题吧。对。其实我发现呢，杰斯呢，这个生意啊，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，因为我开始想是兼职去做，兼职怎么说？兼职。啊，
崔喜根本就有同伴了，你知道？兼职啊，那里我可以兼职去做，也可以兼职去学啊。还有呢，这个生意这些呢，你不懂，没有问题，只有你愿意去学，你愿意去学呢，你的上属啊，你身边的伙伴也很愿意，怎么招到你们了啊？这些呢？啊，你要讲到呢度嘅，为什么讲到呢度？OK， 我记得啦。啊，系，还有呢，就是呢，刚才问你们的这个办公室也可以吧？啊，可以。啊，真的，我先告诉大家，我参加了大概三个月之后呢，我们香港有一些小小的团队，我们想办个工作室，这是可能好像今天这里办一些训练，还有这聚会，聚会啊，我跟Vincent 跟 Vicky 呢，我们三个租了一个工作室，这个工作室大概300尺啊。300尺，然后呢，我们大概做了2年以后呢 ，Randy 跟 Randy 这杰斯公司的创办人过来探我们，看我们啊，为什么要用看？我是广东话探我，探房，我走嚟，即系走嚟睇下我冇人，唔好意思啊，有啲唔好嘅。OK， 唔好事啊，咁咧就其实咧，我在杰斯啊，有一个人真的，虽然他很能干，还有做事很快，这个是 Kim 啊，我佩服他，就是佩服他的语言啊，他跟这个讲英文，跟这个讲广东话，也跟这个讲普通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试过咧。去杰斯的旅游啊，我跟 Wendy 说普通话，我跟有些国内的朋友这伙伴说英文，也跟另外一个讲广东话，其实乱晒龙噶啦，咁啊讲翻呢度啦吓，咁咧，好嘅。讲到就嚟出汗，好大压力嘅，好事啊！呢啲推动嚟嘅，不过要抹一抹汗啊，真系。你问香港的伙伴，我很想站在这里流汗的，你们真的给我很大的鼓励。我想讲的就是呢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办公室是300尺，然后呢，2012年，杰斯公司呢从美国过来开一间分公司，哪个分公司？我想问哪个分公司有谁去过？也有很多人去过啊。这个分公司呢也是在尖沙咀，是大概300多尺，就是我们以前的工作室的十倍，然后呢。那个工作室那个办公室呢，在2012年9月开的嘛，就是去了去年我们觉得不够用了，所以搬到这里。这里呢就是大概6000尺，所以呢这里的这个地方比我以前刚开始的搬的做的那个工作室大概20倍，我能告诉你们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其实很多事，就是其我一开始加入的时候呢，我也没想过我可以做钻石，甚至双钻，但是呢，这个生意很。这很这个生意呢，我想说很奇怪，奇怪，对，不有人说奇怪，
很奇妙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，奇妙啊，哎，你又识广东话喎，啊，好，咁啊，这个声音很奇怪的，只有你，啊，很奇妙的，这个声音很奇妙的，只有你愿意去付出，你可能达到你想象不到的效果，真的没有错吧？啊，谢谢谢谢。我想这个体会不是我一个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我想是 Vincent、Vicky、Patrick， 还有其他的钻石总裁，还有其他的总裁也有这个体会。我们这是跟着对的领袖，跟着对的系统，啊，跟着对的方向去一起做，一起做，去努力，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。可能比你的目标还多，啊，所以呢，我知道呢，大部分今天过来的，好笑啊，啊，下次佢讲好，讲笑，你梗有机会嘅，啊，你好快嘅，啊，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啊，特别是听普通话的朋友呢，这一期过来呢是。最重要就是想这个爱慕的课程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爱慕的课程呢，如果我已经想要九次了，我先问有没有第一次过来想爱慕的课程？有，啊，我告诉你，爱慕的课程，我第一次听在上海。你知道我的普通话怎么厉害？我第一次听得两成，但是我已经觉得学了很多东西。就是每一期我学多一点，每一期学多一点，每一期学多一点。我去到上一期都是第九次，我也觉得我有新的东西学。所以呢，爱慕的这个总裁班这个课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课程，真的啊！如果你们第一次过来呢？你们明天呢一定要怎么样，立马给上帝啊，用心啊，用心。还有就是要感谢这一期邀请你们过来想这个爱慕课程的领袖，好不好？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要介绍今天阿祖嘉宾。家族嘉宾，啊，他在这个今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到了，还有呢在后面啊，在怎么整个过程呢也看住我们，也跟我们一起去享受这么多领袖的分享跟训练啊，这个朋友呢对我来说呢很特别啊，他呢我跟他沟通呢会方便一点的，因为他懂广东话的啊。还有呢，我跟他认识，也在这个生意里面认识的啊。我在他的身上学了很多东西啊，然后跟他经常去 shopping 啊他买衣服很有风格啊，很有心得啊，所以呢那我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了，我直接请他出来好不好？就是我们杰士王国张嘉琪总裁，张三弟。谢谢 Helen。谢谢大家人，晚上好。谢谢。啊，今天没有真的因为上台讲话。我今天下午刚刚在韩国飞过来，跟你们参加爱慕老师的课程。我真的很像 Harry 说，有爱慕老师的课程真是不简单。有。在杰西
其实里面呢，这个生意这个机会已经改变我一生。我记得我们9月9号2009年的时候，我跟 Kingdon Harris 也几位朋友在香港的，都在美国一起开始这个生意，都没有想过今天可以在香港见这么多朋友，去香港大学这么多朋友，全世界那个。我们已经改变很多人的生命，家人的生命，小孩的生命，所以这个生意有没有改变你们？有，能改变我们，真的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人生里面呢，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影响别人，对不对？看我们说什么嘛，对不对？看我们跟朋友交流嘛，对不对？其实经过这个生意，我们一起有机会帮助全世界的人。你如果新的朋友刚刚加入，可能还没了解，真的，你做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发现，因为你很简单的分享，可能不小心的分享，然后别人听到，然后他们加入解释以后，可能健康改变，可能他们家人的健康改变。还是他们看到这个机会，就是开始例如全世界那个结识，全世界开始真的跑。所以那种结识有今天呢，都是因为你们的付出，会给你们自己一路比较吧。那5年前我跟应该跟很多人一样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有时候做传统生意20多年呢，有赚过钱也赔过钱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赔钱，赔因为家具，我以前有3个家具店，所以有赚过钱赔过钱，因为有时候呢做传统生意呢转不到那个经济的改变嘛，对不对？高高低低高高低啊，就是有一天转不到，所以5年前呢，因为我自己认识 Kim。10年的，我看过他在这个行业赚很多钱，我都想怎么做啦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的钻石总裁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很棒的方法，很棒的心态？以前呢，我真的太笨了，10年前我还没了解，但6年前，听跟我们几个分享，哦，这个公司要开幕了，我要不要做？很简单嘛，跟一个成功的人合作一定要嘛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一个决定，所以就是一个决定呢，我开始改变我一生。因为以前你单身，住在一个很普通的apartment， 公寓，谢谢 Tracy。因为我们在洛杉矶啊，我们常常一起配合嘛，所以上次就是一个礼拜前我们在台上在洛杉矶开大的很大的一个 party， 然后Tracy呢也Tracy很高嘛，他站在台上，我然后他讲中文，我讲英文，我都不知道他听不听懂我的英文，听不懂，没有。所以 ，anyway， 那个时候呢，5年前呢，就是很简单一个决定啊、我在这个生意从来没有赚过大钱，我就是问 Kim 你教我吧，怎么做？因为做过生意的人呢，我们有信心可以做的，因为我们看到别人赚到钱呢，代表肯定可以赚到，但是问题是什么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学习，愿意努力。我一定可以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都没有想过失败那2个字，真的没有，就是每一天要分享，每一天要努力，跟着 Kim 的方法去做，要跟 Kim 学习，看他说什么，看他做什么，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学习。所以经过那个过程呢，我3个月很慢做到蓝宝石，有些人我发现在杰斯里面。几天做到蓝宝，我说你太棒了，我在解释以后很努力很努力，
六个月呢已经有 you know, 5000块美金一个月，我觉得啊 OK 可以在美国生活了，在美国最小 you know, 3-4000块一个月你可以有一个 OK 的生活。以后没有想过，因为在这个生意上面呢我们努力，我们要学习啊、很重要呢，每天都要越快越好，做得多做得快你会学得更快。为什么有时候团队出现你还没预备好，你还没有能力带你的团队，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做得越快，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，其实每一次我们做啊，有没有包团有加入还是没加入，都是一个学习的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经过那个过程呢，我发现有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可以成长，做生意成长，每一天都会学习。所以没有想过 you know, 做一年四个月后我的收入就是红宝的收入，五个数字的收入。但没有想过一年后翻八倍。大家在你们的工作里面，传统生意的工作，你可以把你的生意翻一年翻八倍吗？我做生意，我做传统生意不可能。不可能的事，因为这个就是杰斯抓住那个趋势，就是抓住那个互联网那个趋势，没有逻辑的，这个生意没有逻辑的，算不到的，因为人就是有一个热情，有一个要怎么，就是这怎么简单，你看不到的时候，外面看不到，就是里面那个爆发力，你不要看 Harris 啊。基本上我们的香港的 Double Diamond 啊，它里面呢很像一个怎么说呢，很有 power 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它开始呢没有办法停的那种的啊，你不要看它外面的啊，这样很斯文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它不斯文的在里面，每天都要。啊所以成功没有什么秘密，就是要每一天学习，要付出。我在杰斯呢，我在 Kim 的身上看到 ，you know， 因为我在美国跟 Kim，you know， 我跟一般都是常常每一天都帮 Kim 做事嘛，跟他一起做，安排活动啊，还是做安排一些事情啊，所以我看到他做决定呢。每一个决定做好的领导呢，我都跟他学习，他都把团队是最重要的，每一个决定都是给团队的。如果这样子呢，我们会得到团队的尊重，还有如果我们学到有能力带团队呢，我们的团队呢经过这个系统还有一个文化会跑得更快，你觉得会吗？会。这个是做生意我真的学到，以前我三个小小的家具店真的小生意，在这个生意上面，如果我们很像 Kim 一样，很像很成功的钻石一样，可以说很像很多全球生意的老板一样，那个可以有能力带领他们的团队，我们的团队呢，然后呢不管我们的团队在哪里，哪一个国家，不管我会不会讲中文、广东话还是什么语言都不管，我们都有能力可以把我们的生意带到全世界，因为这个经过这个平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还有身边人的生命，因为这个是本来是 Kim 的第一个目的，就是帮他几个朋友成功，所以他得到了以后呢，发现太多新的朋友是要成功了，所以我们呢三月份啊，我们安排一个专时的专时纪律 OK， 我们会来去六个国家啊，我们今天已经算了有20多个专时跟双钻会一起跑，你们要不要看看我们分享培训吗？要不要？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唯一的地方也会在香港啊，所以希望哈，那个时候也看到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
今天呢，我知道时间很晚了，所以你们好好休息，休息，因为明天呢，很精彩的阿木老师的课程，所以我分享到这里了，所以大家好好休息，明天见，谢谢。